三八档啊，最外档。好，一跳出嚟嘅时候咧，加州星球唔算好快，外栏黄衫嗰只啊，红砖闪耀啊，快啲嘅。咁啊，再喺入边咧就系团结必胜咧，亦都快啊。中间六三红帽咧就重组成名啦，咁啊势在必行啦。外栏加州星球走翻上去啦，有翻条栏啊。尾三系有主意啊，后边两只白衫咧就系嗰只德格纳啦，红衫咧就嗰只行进之宝嚟噶。跑咗一半啦，咁啊加州星球外栏位置啊走咗上去放啦，红砖闪耀第二位，团结必胜第三位，沿住外栏上咗少少咧就系呢只有主。主意亦都上緊嚟啊！重草成名啊，俾人阻住咗六三啊，就要走入去啦。志在必行就最入嘅，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啦。咁啊，加州星球放順咗啦，又大隻啊！咁啊，埋邊位置追上嚟就係嗰只咧，上次贏緊馬嘅喎，重草成名啊！再後邊嘅馬啦，外欄咧就係呢只有主意，中間團結必勝，接近終點一出即勝，係加州星球啊！跑第二名咧就重草成名，第三名有主意，第四名咧就係團結必勝啊！咁啊有難嘅話咧，或者擺到喺前啲咧，就可能著數啲啦。加州星球咁啊，就算跑長啲，似乎都係贏啊。咁啊，亦都咁啊，一出已經贏得到馬啦。跑第二名咁啊，重草成名啦。第三名都掟甩咗噶啦，有主意。第四名係嗰只團結必勝啊。頭場新馬賽一嚟就加州星球啊，睇下第時係咪星球馬啦。國能人頭場先，跑第二就重草成名，第三有主意，第四六號嘅團結必勝。兩倍就仲得翻一點零位置，好有信心啊！你啲飛就好有信心啊！出閘唔係好快，不過有個外欄，好快上翻嚟。同試閘一樣咯，即係起步第一。熱暫時顯示都仲係熱。好啦，一跳出嚟嘅時候啊，咁啊前面快閘咧有得力寶區啦，旋風飛鷹外邊團結必勝啦，內欄咧就紅運閃耀第五位紅磚閃耀啊，最出咧就加州星球啦。咁啊後邊嗰三隻啦，大將蜂王有主意啊，暫時殿後紫色眼罩白衫係得㗎啦嚟㗎。咁啊轉呢個香港體育園灣啊，前面帶頭啊嘛，加州星球大外檔咧一路俾住咁樣殺上去㗎啦。第二位咧就係嗰只旋風飛鷹啊，第三位咧咁啊有團結必勝內欄，第四咧就紅運閃耀啊，外邊咧慢慢上咗嚟就得力寶區啦，後邊。四隻咁啊，紅磚閃耀有主意啊！外邊黑衫白鼻箍咧，大約尾三尾二度咧就大將蜂王包尾嗰只係得㗎啦嚟㗎。好啦，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加州星球佔先，團結必勝走上去逼下佢啊！第三四位睇下邊個攞位靚啦，灰馬就係呢只咧旋風飛影啦，外邊啊得力寶區啦，再喺馬林中間入邊上咗少少咧就紅運閃耀嗰啲馬，鬥到嚟最後百零米啦，加州星球都騙嚟騙去，但係都拋嚟個零身位啊！咁啊第二位嘅馬係嗰只旋風飛影啦，外邊得力寶區啦，再內欄位置仲有呢只紅雲閃耀啊！接近終點，騙嚟騙去走咗出去中檔，贏完一千上千二贏加州星球啊！跑第二名咧就旋風飛影，第三名埋邊紅雲閃耀咧，機會啊似乎咧咁啊高過一隻得力寶區喎。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只加州星球其實都非常生嘅，騙嚟騙去咁，但係都能夠拋離後邊嘅對手咧，好願意贏馬噶，一千贏完上千二再贏啊！旋風飛影第二。紅運閃耀第三喎，第四名係得力寶區。臨尾都落到好多飛啊！呢只加州星球啊，國能又幫呢只馬再贏啦。今日都好多加州係啊，跑第二就旋風飛影，第三初次上陣嘅紅運閃耀，第四就得力寶區。一二六三，臨尾落到綠燈25蚊大熱 Q 啊！而家一搭二得翻3.2倍，三隻貼欄喎。但係二根都咁好位，追唔到，騎呢個唔多喎。好，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啊，前面快閘嘅馬中間大師級啦，入邊九運啦，紅衫中檔走埋上去咧，仲有股票傳奇啊，中間團結精神啊，但係都抵擋唔住頭段咧前足相當快嘅加州星球啊，加州星球已經係帶咗出嚟㗎啦，但係跟住個內欄第六位有超音鼠啦，第七位藍白橫間三嗰匹馬咧就係包裝智星啦，再數外邊嘅馬藍裝之歌紅眼就望空咗喎，中間仲有快博啊紫色衫嘅，大約尾五到啦，埋邊都拍名區尾四戰鬥英雄，後邊三隻六三當家精神響尾三啊，咁啊埋邊尾二紅衫咧就保然得得啦，包咗落尾嘅馬係未影楊飛啊。好啦，咁啊轉彎入直路咁滯啦，前面帶頭嘅馬都仲係呢只加州星球噶，咁啊跟住響第二位團結精神啦，外邊位置大師級啊，最出係嗰只包裝智星啊，響入邊偷位上嚟嘅馬有九運啦，同埋內欄位置仲有超音鼠啦，好多層嘅馬出邊上咗少少，仲有男裝之歌噶。好啦，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前面咧加州星球仲係撳住拋離咗第一個身位，九運響呢個第二位啊，再見到沿住內欄上咗少少，仲有。
超音柱啊，中檔位置仲有團結精神啊，接近終點啦！加州星球真係星球嘛？拋離大勝，神操姿態贏啊！跑第二名係九雲啊，第三名嘅嘛，埋邊係超音柱啊！咁啊，外邊上嚟有冇機會第四咧？男裝之歌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只加州星球基本上都可以話係用呢個不費吹灰之力咁樣去贏噶啦。九雲第二，第三超音柱，第四男裝之歌，股票傳奇同埋團結精神比較近。高東尼馬房由沙田嘅尾場贏馬啦，加州星球神操姿態，你睇下潘頓都唔知望咗幾多次後邊嗰只九雲啦，九雲就跑到嚟第二啦，超音柱啊第三，男裝之歌翻嚟跑第四，好快埋到欄啦今次，唔使點用力嘅埋到欄啦，應該喺今日條跑道放頭大勝。王奇舉英。好，你一跳出嚟嘅時候啦，前面快閘嘅馬內蘭勝德威風應聲彈出啊，中間有全勝啦，外邊加州星球走上去啦，第四位寶城智勝，第五位共創繽紛，第六位有必長勝啊，內蘭咁啊大約尾五到啦，粉紅三咧就順勢贏啦，紅帽尾四有包裝太保啊，出邊啊飛霸龍啦，殿後兩匹馬咧分別係有利共賞同埋加州雷電嚟噶，轉呢個八百米彎啊，前面加州星球就已經順利啊貼咗欄放噶啦，外邊全勝就跟住佢啊，內蘭第三咧仲有呢個勝德威風黃三。红帽嘅第四位仲有宝城智胜，第五位共创缤纷，中档第六红帽蓝衫必长胜，响外边啊飞霸龙啊，后边嘅四只粉红衫咧有顺势赢啦，尾三红帽咧咁啊，仲有呢只包装太保啦，掟到最出系加州雷电包咗落尾有利共赏啊，入正最后直路啦，前面咧占先嘅马咧就系加州星球啊，但系胜德威风截佢一段上咗嚟噶啦，再见到紧随其后嘅马，仲有共创缤纷啦，外边追咧仲有全胜啦，出边上跟嚟仲有宝城智胜啊，最后二百胜德威风出咗嚟先，但系埋边加州。星球原蓝打翻上嚟，外边位置仲有宝城智胜啊，接近终点，加州星球废 back 埋栏上翻嚟赢啊，跑第二名啊嘛，有呢只胜德威风同埋外边，咁啊呢只宝城智胜相当接近啊，咁啊第四名嘅话应该系全胜嚟噶，咁啊睇嚟呢只加州星球真系仲有大把享受啊，以为俾胜德威风赶过，内栏位置废 back 转翻上嚟，抛甩嚟赢啊！哇，真系犀利啊！呢只加州星球今次升班。A 蘭放頭，俾馬過咗佢又再揮 back 上嚟，再 A 蘭放頭，勝班贏啊！勝德威風第二，第三就寶城智勝，第四全勝。好有鬥心啊！只馬揮 back 翻上嚟啊！我就要寶城智勝先驚嚇啊！咁有威脅啊，跑到爭啲過埋去勝德威風啊！一度俾嗰只勝德威風已經過咗半個馬位噶啦，加州星球換一換腳彈翻上嚟。好，你一開閘嘅時候，加州星球都係梗係快閘啦。喺佢入邊有夢想成金，喺佢出邊仲有呢只咧就係精彩勇士嚟噶。內欄第四有紅運大師，中間綠色就第五位寶城智勝數出去嘅嘛。仲有加州雷電全勝啦，出邊走咗上去黃綠三嗰只就飛霸龍啊。尾四咧就必長勝，後邊三匹馬咁啊有呢只疾風勁草啦，紅運飛鷹啦，哇一拖拖咗喺包尾先，係勝得威風嚟噶。轉緊彎嘅時候啦，前面放頭嘅嘛係加州星球啊，第二位係精彩勇士啦。數咗去第三種飛霸龍內蘭，第四紅運大師，中間第五夢想成金，出面第六位呢咁紫色眼罩一隻係加州雷電啊，再喺後面嘅馬仲有寶城智勝啦，入面呢就必長勝啦，沿住個馬林尾四到啦，咁啊喺呢只馬林中間揾位呢仲有紅帽黃衫嗰隻呢就勝得威風嚟㗎。好啦，最後三百零米啦，前面加州星球拋離咗一個身位，第二位有精彩勇士啊，外面勝得威風呢就徐徐咁樣追上嚟，再喺入面位置仲有必長勝啊，出面仲有寶城智勝啊，最後一百米，加州星球拋離群區而輕鬆行過咁贏呢場馬，跑第二名嘅馬係必長勝啊！咁啊，外邊位置仲有隻夢想成金，咁啊，其實都近嘅一個第二，可能第二啊緊要啲添啊，要影相啊！第四咧，精彩勇士同埋嗰隻勝德威風咧，亦都係接近啊！加州星球神操咁翻嚟贏，第二咧近噶，必長勝咧就響入邊，佢都幾大隻噶，出邊二號夢想成金，第四名咧都接近。埋边精彩勇士，出边咧好被动，胜得威风。加州星球行过嘅啫，啊，翻嚟一放到底，潘顿赢。第二睇嚟必长胜先啊，第三梦想成金，第四咧就精彩勇士，胜得威风啊！组团刻意一捉捉到包尾，即系跟住包到包尾，揈下揈下个头咁，你都知道佢马惊咗，唔系人，可能佢马惊啦。今条片就嚟到呢先，大家记得 subscribe 揿钟仔。還有 like, comment, share 我哋條 video,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